总统作为国家元首，用各种方法让国民知道，其实是应该的，也是天经地义的。昨天柯市长哦有讲到说，蔡总统好像都是用脸书来治国，你觉得他这个说法是恰当的吗？蔡总统治国，那国政千委万端，那脸书是让使用脸书的朋友，而且利用新的科技，都能看到政府在为你做什么。总统作为国家元首，用各种方法让国民知道，其实是应该的，也是天经地义的，也是只有向台湾民主自由开放，才能看到国家元首在做什么。集权国家过去甚至于现在的集权统治者的国民，恐怕就没有这种福气。